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咧俗友通訊站啊！嗱，今次咧首先要多謝上個星期六咧 MHKTV 咧中秋美食開放日到訪嘅網友啊！冇錯啊，今次開放日嘅反應咧超出預期喎，有好多人上咗嚟啊，成百幾人咁多，包括我側邊嘅菊花台主持人 Coach， 你有冇嚟咧？我嗰日係唔喺香港嘅，同我一樣啊，唔緊要。咁但係咧，中秋節其實都未到嘅，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可以再繼續慶祝中秋節㗎。冇錯啊，係啊，而且咧盡星賣嘅蟹肉咧，兩點幾已經全部賣曬啦，同埋台灣腸啊，果然受歡迎啊，都一早賣曬啊。嗱，連台灣麵哇都剩翻幾包啫喎，而且上嚟嘅網友人數都超越預期啊。嗯，我哋好多貨品咧都一早就賣曬啦，喺度咧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，咁我哋下次咧一定會入更加多嘅貨俾大家試飲試食噶。誒，今次嘅營業額咧差唔多六位數字啊！首先真係要多謝大家啊！嗱，希望咧大家中秋節會玩得開開心心啦，希望唔打風啦。係啊，我都聽人講話中秋節會打風喎。今個星期五九月十六號咧就已經係中秋佳期嘅假期啦。MHK.TV 咧全台會休息一日嘅，好嘢放假。咁各位手足咧都可以休息一下，享受一下天倫之樂啊嘛。冇錯啦，如果星期五咧冇節目，亦都可以重温我哋個 MHK 同埋低俗頻道我哋所有節目噶。當然啦，同埋家人一齊重温咧我哋嘅節目就更加開心啦。而今個星期咧終於上演我哋個主持人大兜亂好戲啦！哇，好開心啊！保證大家都一定很有新鮮感的，而我們很多主持都很期待的。沒錯，首先講回我們的陣容，因為我們請了一位嘉賓上來我們俗友通訊站，就是菊花台的 Coach。 Hello， 終於可以上來，我做了這麼久 低俗第一次上來。是嗎？是啊，我們熱烈歡迎 Coach。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邀請 Coach 上來呢？因為首先他就會跟我們介紹一下他本身的節目菊花台先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菊花台呢其實就而家叫做搬咗過去 MHK， 咁都要繼續睇啦，係咪先？因為而家翻咗嚟之後咧，我哋再講多啲係同志平權啦，有關 LGBT 嘅社會香港社會問題啊，同埋嚟緊咧11月26號係香港嘅同志遊行，咁所以唔理你攣定直，大家都走出嚟啦，因為我哋好想今年係會突破10,000啊，其實年年都唔超10,000嘅個數，咁希望今年可以突破10,000啊。好明白，記得11月26號咧，我哋一齊出嚟支持咧，因為而家香港人我哋要點啊？要發聲噶嘛，所以咧要出嚟啊！冇錯，咁除咗佢呢個嘅同志節目《菊花台》之外咧，亦都會有一個新嘅靈異節目喎，係咪咧？係啊，呢個節目咧就叫做《懸疑夢旅尋》。哇！聽到個名字就知道係要發夢噶啦，係啦，仲會好有懸疑。因為咧好得意嘅，咁我成日覺得如果淨係講一啲玄學啊，或者八字啊。風水啊，有啲悶嘅其實會。其實解夢我都好想。係啦，咁我就心理學㗎，唔係齋懸疑㗎。真係揾咗兩個，一個專係玄學啦，一個專係解夢啦。其實咧，我哋開會傾嘅時候咧，好得意嘅喎，有啲嘢原來其實係我哋自己心裏兩個講完，我同你計完八字，其實都係一啲心理嘅或者面相，跟住佢講嘅嘢又係一樣嘅喎。哦，所以是夾得埋的。係啦，咁如果觀眾到時好想有啲問題問我哋，譬如我哋會有解夢啦、解畫啦，或者一啲玄學上面或者風水上面、面相上面有任何問題都可以。通知我哋，幫你哋解決呢個問題嘅。太多噩夢啦，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想知道啲夢嘅解釋係咩？咁大家咧一定要留意呢個嘅新節目啦，《懸疑夢旅尋》啊。冇錯。好嗱，另外啦，大米哥主持嘅《越睇越過癮》真係太受歡迎啦。嗱喺觀眾要求之下咧，我哋決定咧加時到30分鐘啊。犀利啊！《越睇越過癮》嘅收視咧真係超級好啊，證明好多人對粵劇同埋香港嘅往日文化咧都好有興趣喎。嗱，而原定一個星期15分鐘嘅節目就會有新節目代替，係一個咧煮面嘅節目啊，會介紹咧過百種唔同嘅面食噶，用15分鐘去了解下面可唔可以有唔同嘅食法同煮法啦。真係嘅，煮面有好多個，有公仔面啦，有杯面啦，有日本拉面啦，又有上海面啦。冇錯啦，而且個節目名好勁噶，嗱由我講出嚟咧，希望大家會陶醉啲啦。真係嘅，係咩啊？耶，好想聽啊！個節目名咧就叫做。我下面俾你食哦，加埋佢嘅音韻咧，簡直就係好有味道啊！不過咧，冇錯，女主持就唔係我哋啦，冇錯 ，sorry， 大家唔好失望啊！不過咧，都係一個。冇喺低俗頻道度出現過，但係又好受歡迎嘅美女嚟嘅。冇錯，都係靚女嚟嘅，由佢主持。我下面俾你食。嗱，宅男型男咧，係咪會嗒曬糖咧？聽到佢，聽到 Wee 英講，我都覺得好冧。
好，咁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個節目啦。今個星期三咧，大院有落嘅主題咧係香港奇案，講兩單破唔到嘅奇案。包括一單大概喺20年前有位香港人在加拿大被殺啊，咁而另一單就涉及一位前高官的親人冇頭案啊，哇！聽到都打冷震。當年有份參與呢個案件的翁靜晶女士都會講出不少的秘聞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呢個節目啦。係啦，咁我哋咧要介紹一下我哋個 MIH TV 嘅節目啦，小丹教學啊。今集咧講咩？好勁啊！今集小丹教大家化藝良妝啊，希望大家唉都唔知大家做唔做好，因為我淨係知道我哋嘅鄰近國家成日都有呢啲騙案，係咪啊？係啊！嗱，而今次嘅男主角就係我哋嘅 This is Siri Whitley 嘅劇男主持，土豪啊！咁係咪即係土豪會變女人啊？係咯，佢要變靚女喎，聽講。哦，係，女人都唔夠，要靚女。係靚女啊，即係證明小丹係好犀利啦。嗱，咁樣講即係踩土豪唔靚女。土豪唔靚女嘅，靚仔噶嘛，佢仔嚟。哦，嗱，咁大家一定要睇下佢點樣變靚女啦，支持一下小丹教學啦。嗯，冇錯。仲有就係我哋要介紹由 Christy 主持嘅新節目啊，就係由德特約嘅 The Athena 女子訂標節目啊。呢個節目嘅幾時播出咧，我哋就未知道，但係本台咧。是本台第一個嘅訂標節目嚟嘅喎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啊！冇錯，係一個新挑戰啊，就係而家我哋熒幕上面呢一個啦。好，今日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喎，我哋多謝曬 call 上嚟我哋嘅俗友通訊站做嘉賓，希望咧大家中秋節嘅時候咧再食多啲月餅啦，唔好食曬啊，拜拜。是不是看極都不夠喉呢？如果想繼續看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，就要上 lowzoo.com 訂閱我們的頻道。沒錯，大家還可以 subscribe 我們 YouTube Channel 的 lowzoohk。 是的，還可以上我們 Facebook 專頁去 like 我們的。沒錯，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上網看片的話，就可以 download 我們的 apps， iOS 和 Android 都是叫做 MIHK。 是的，所以我們現在蘋果機都可以看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。